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第一届，也是2023台南游艇生活节，将在这个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就是9月9号、10号，在安平游艇码头来举办。其实台南的海岸线长有68公里，那其实台南的游艇港的这个条件绝佳，涨潮跟退潮只有48公分的潮差，这是非常非常适合发展游艇的一个港口。那所以说，再加上台南很多这个游艇码头离市区非常近，所以在市区这个观光旅游的民众转一个弯就到游艇码头了，所以非常适合水上活动。将来在我们第一届的这个游艇生活节里面有多种许多的活动，包括这个搭乘游艇来游港，或者是静态的参观游艇，这是有别于有一些所谓游艇只要把游艇拉上岸上来，这其实游艇本来就属于这个海面上，就属于水上的，它本来就要在水上。因此呢，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外地来的朋友，还有本地的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游艇生活节，保证让你收获满满，而且还有举办演唱会，可以让你轻松一下哦，所以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，但是又让你深深的认识游艇的文化以及台南的这个滨海风光，所以非常适合您在这个周日9月9号、9月10号一起来参加游艇生活节。